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是Dan. 韩国排球姐妹花易建英易大英 在2020年 因举击韩国排球女帝 김연결 结果导致自己的霸凌事件曝光 被球队除名后 这几年都是在海外活动 而昨天9月5号 易大英在IG发文 公开要求 김연결承认 职场暴力并正式道歉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。 我们先来看一下易大英上传的IG贴文 请承认在国家代表队反复发生的 在新国生命发生的排斥、职场暴力、霸凌行为，并正式发表道歉文，这样我会永远保密你最想要隐藏的那件事。然后附上了与金明英的合照，照片中两个人看起来非常亲近。你最想要隐藏的那件事。 2年前，在引起霸凌争议离开韩国在海外活动的易大英 上个月5号 在前往法国前召开的记者会表示， 我想问问当时为什么要如此的折磨我， 在同队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击打过我发的球。 再次透露与金明英的矛盾后， 8月18号 也公开了与金明英的短信截图后表示， 金明英在队员们面前把我当成酒店小姐。 然后在8月14号发文表示， 有时候言语比刀更尖锐，伤痕也会留更久。也就是说，易大英一直不断的直接间接的狙击金明英。然后因为易大英发布的照片，两个人看起来真的非常亲密，而且留言是你最想要隐藏的那件事。所以很多韩国网友们就认为，会不会是有关同性恋的事情？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。只要不是严重的违法行为，就不会有任何打击。然后如果说那个秘密是大家都认为的那个的话， 公开了粉丝们反而会更喜欢的。不要再闹了，就算金选手是同性恋，那也只是个人的取向而已。我们可以尊重。最近那年事情又不是需要隐瞒的，反而你的这些行为会让大家更讨厌你。如果你真的很笨，去爆料他的私生活的话，这是犯罪。所以希望金选手对你能提高。就算你跟金明远有私下的关系，在这里失望的地方不是他的性别取向，而是他的眼光太低了。因为自己犯错被开除了，不知道的人看了还以为是金明远害你出去的，把爆料别人的秘密 当成是炫耀一样，这程度的话根本就是威胁恐吓罪吧。说实话，易大英更让人惊悚，那么不喜欢而且还是2年前就结束的关系，为什么还要拿着这种照片呢？对你来说会有永远的秘密吗？就说出来吧。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，有关金明英的疑惑，应该要本人亲自公开立场吧？有那么困难吗？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然后第三者们没有理由干涉这件事吧。 所以有关易大英的IG贴文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